若是非议我不孝吧，他们编排我的罪状多了，不怕躲这一条。君姑可要爱惜身子，千万别气出毛病来。此事原也怪我，没将舅父藏好。我原想着将舅父藏去庄子，总无人发现了吧？谁知这四娘此处此狠心。 他记恨我和君姑曾罚过他，居然狠心报复，这不是安排的不好，可不中的东西。胆敢窝藏罪犯者，论罪当牵连同坐。若因此而连累了君姑，那才是真不孝。照你这么说，四娘子害的舅父被抓，不但无错，反还有功了。舅父贪墨军械，袅袅大义灭亲有何不妥？地府若是不服啊！ 大可去衙门白扯一番。恕我不要欺负我是个内宅妇人，便拿衙门吓唬我。这官场上的道理我是不懂，却也知道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岂能互相出卖？恕我还是赶紧想法子将人赎出来要紧。难道忍心看着君姑如此年纪还饱尝世情之痛吗？贪墨军械是有军法处置的，我哪有本事去赎人呐？我不管。 大郎，你得想办法救你舅父出来。大郎，你现在心里只有你心腹一家人，你根本不心疼你舅父，也不心疼我这个当娘。上次我让你拿20000钱给你舅母娶媳妇，你就是不肯。你心腹兄弟面说是多少钱？你连眼都不眨一下。你心腹的兄弟是兄弟。 你阿母的兄弟就不是兄弟吗？这别家心腹都是拿着娘家嫁妆补贴夫家，吃我家四妇，他拿着夫家的银钱，却倒贴娘家。那不是娶心腹，是纳妾蓄婢。年纪轻轻的，读书娶心腹才是正理。再说了，那些钱是袁姨陪我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换来的，他用有何不可？本都是一家人。 何分娘家夫家？我倒是不如弟父算得如此的清楚。难道是嫌君姑经常拿钱补贴娘家吗？君姑，绝无此意啊！你们一个个的都不是好东西、啊，滚，都给我滚！ 旭伯，四父，你们此次回来的匆忙，主屋尚未来得及收拾，搬出归还。我在后院腾了几间屋子，让你们一大家子居住，也便于你们和睦。你让我们一大家子住在偏房，便于？怎么便于啊？旭伯与四娘子不是十余年未见了吗？那我这么安排，正好让你们亲近亲近，不是吗？ 就依地府的安排，贾贤良，我偏住着主屋不搬，我看你奈我何。 对不住，袅袅啊！你看她嘴唇白的，一点血丝都没有，也不知在家中吃了多少苦。
军，联防来了。知道了。是，可曾为袅袅找医师看病？钟夫人说，小孩子烧几日便好了，一直不管不问的。这些年，我们时不时被送到乡下庄子，明明父母在挣钱挣命，女公子是半分也没有花着，非但缺衣少粮，连生病了也无人照料，任我们自生自灭。那无缘无故，为何把袅袅送到乡下庄子自生自灭？钟夫人家境成家，十几年无子，便想着收养娘家十岁的侄子幺哥。前些日将幺哥带来府中生活，女公子也是好心，给了他一葫芦蜂蜜当零嘴。没想到葫芦一开，便引来了野蜂，野蜂蛰得幺哥满头包。钟夫人便让女公子去磨磨性子，正是滴水成冰的节气，便被丢到那庄子上。这葛氏甚是歹毒，真该让二弟休了他。装满蜂蜜的葫芦，是幺哥自己打开的，还是袅袅亲自打开的？十岁的孩童自己连盖子都打不开，还要求袅袅打开。吃蜂蜜为何不到屋里去，偏要在花草满地的院子里吃？有些事要不做，要做便做得妥当，免得落人画柄。将军，我方才找医师问过，袅袅此次晕倒不是因为着了风寒，而是因为伤了脾胃，吃撑了。那是因为女公子饿狠了，平日里他们连一顿饱饭都不给，今日着急将女公子带回来，才送了些吃食。女公子饿了几日，一时之间吃猛了才，但是怕吃了这一顿没有下一顿，不然何必这般呢？我们在外打仗，本想着袅袅在家里头吃喝不愁，谁知竟过得连流民都不如。行了，我知道了，你先退去吧。是。女君在女公子身边已留下了知心照顾之人，可没想到还是让那葛氏坑害了。如今既然我已经回来了，这些事定然不会再发生。天色不早了，将军不是还要去探望二弟吗？都说病去如抽丝，女公子如今这般亏了身子，还不知道要将养多久才能痊愈呢。他近日晕的倒是时候，刚好给我们由头挑出菌菇理亏之处。我这阿嬷倒是眼毒，怕也是看出我在装晕，可对苛待我的人为何又装瞎？还是女君想得周到，故意将归期说迟了半个月，他们来不及遮掩，真就露了马脚。这些人心中记恨女君，便迁怒于女公子，如此可待她。原来不是不知我在家中受罪，只是故意放人罢了。家主这般心疼女公子，应该是不会再万事都顺着老夫人了吧？放心，将军若是妇人之人，阵前早死好几回了。将军是个明理是非之人，这天下哪有斗不过菌菇的心腹，就是看夫婿肯不肯帮手罢了。哼，拿自己女儿来行苦肉计，好让阿父与大母离心。阿母这法子是真够狠的。我不忧心夫君，我只担心自己撒手不管十几年，这朽木才难雕，如今只能严加管教，费力气歪树掰直了。不去管欺负我的，反倒琢磨着来管教我，靠他不如靠近，看来还得我自己来。命你派人监视程家，可曾照办了？程家整日鸡飞狗跳，都是一些女眷之事，
听说程老夫人生气，程四娘子出卖自己胞弟，要整治他。属下查了，这几日程府众人并无异样，除了程家二房夫人葛氏。属下核实过，当日左兰武等搜查的，便是二房仆妇李管富。少主公，这是程府小厮送来的包袱，说是程家四娘子给少主公的。哟，难道想用银钱贿赂少主公不成？怎么是一堆破烂儿啊？这程家人可真是一个比一个孝顺。少主公，不出你所料，这服装账簿。我不喝，你拿走吧。这是家主央求宫中医官开的药，好生灵验呢。女公子，你好歹喝一些。我病都好了，为何还要喝这缺德玩意儿？这药不仅治病，还补身呢。女公子，赶紧把药喝了，喝完就可以吃点心了。你替我喝。嗯，嘘，有人来了，进上。儿子还不见好转啊！娘娘见过阿芳吗？我儿就不必行礼了。哎，身子怎么还这么虚啊？哎呀，都怪那葛氏，养亏了我家袅袅的身子，补都补不上来。来，躺下。这药都快凉了，赶紧为女公子喝了吧。是。啊，来来来，喝了吧。来。怎他落泪了？阿父，啊，这药太苦了，不如往汤药里放些饴糖。医官给开的药怎能随便往里加东西？所谓良药苦口，这病一日不愈，就得日日喝。你阿母说的也对，听你阿母的，良药苦口，喝吧。袅袅乖，
待你病好转些，阿福带你去骑马，看正旦后的灯会。啊？我家袅袅生得好看呢，万兄他们家的那一帮小女娘啊，凑在一起攥成一束喇叭花，也不如我家袅袅好看。将军，女孩子家整日夸美貌有何用？多些才学德性才重要。赶紧喝了吧，袅袅。喝吧，喝吧。君姑又闹了，赶紧去看看吧。哎呦，我的天儿！别喝了，待会儿啊，阿福给你往里面放些饴糖。我的那个跑的呀！赶紧的，好像要上场了。妈的，我可是活不了了。君姑不会这么管舅老爷的。君姑，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孩子，你就算死也不能现在死啊！你要是真死了，那你的妖弟可就没人救了呀！哎呀，我们董家是遭了什么孽了，竟然被抄家了！若是在院中搭一个戏台，大母一人就能顶个戏班。赵家，我这个我活不了了，我要跳井啊！你们别拦着我。阿福上场了，我不活嘞，我跳井嘞，我哎呀，我去不阿母，你是这么大劲干嘛？这把我推下去啊，我下不下个桶就得了。这个你这又冒什么呀？井口小，你跳了进去吗？你跟大母粗壮的双臂，那大身板，不当个将军当真是可惜了。就算是掉下去，不砸出口心灵来，也别就不错了。这井口小，我跳不进去呢，我那个，我就撞墙，我撞墙，我见你阿父去，女儿，拽着我点。哎，我撞墙了。君姑，君姑，你没事吧？你撞墙试试看看有事儿没事儿？你拽着我胳膊，拽我袖子干什么呀？我没想到您这么大劲儿啊！真想看我撞死啊！玉姑还瞧着咱们这儿呢。哎呀，哎呀！你说，老夫人演这出，家主能信吗？阿父虽说是心地善良，不过也是身经百战、杀敌无数的大将军，怎会被这种伎俩蒙混过关？这些年一直在阿母身边，一朝一事驾轻就熟，与大母过招，不会输。哎呀，孩儿不孝啊！我没本事救出舅父啊，我太难了，太难了。郡伯，这不是为难郡姑吗？这好歹是一家人，再难也得把董舅父先救出来呀。国家将军可是给郡姑跪拜呢，地府还不赶紧闪开，也想接手此跪拜不成？你怎么受得了我家大郎一拜？快躲开，躲开呀！干什么呀？想看我的笑话啊？我呀，之前就跟阿母说过了，舅父这个人手脚不干净啊。阿父不愧是大母亲儿子，演的跟真的似的。能劝也劝了。女公子啊，也不愧是家主的亲女儿了。他就怎会被逮到呢？哎呀，女阿母。太可怜了，娘家几个兄弟死的死，散的散，就剩你舅父这么一颗独苗了。要不是因为他日
子过得苦，怎么会养成贪便宜的性子呢？呀，要不把咱府中的银钱全都搬到舅父家去得了？对对对。哎呀，外甥啊，你其实救你舅父呢，那就是救你阿母啊，我们是一家人，分不开的嘛。哎呀，不是不救，事事不能啊。那个林不疑他就是个铁面阎王，若非孩儿刚刚立下战功返回都城，他前几日连我都敢一起逮了，我哪敢再去求他呀？你要这个黑心的庶子啊，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你舅父去死吗？就是啊。好，我现在就到御前告你的状，说你忤逆。我听说了，当今的圣上最崇尚孝道，官员被告忤逆，轻则罚钱挨杖，重则罢官免职，我看你怕也不怕。君姑，你可知忤逆是何等大罪？挨杖免职是小，若充军杀头，君姑又当如何？还杀头？没人说呀。阿母只管去告好了。若因不肯听从母命去打点，为舅父脱罪，此等不孝行径，就是告到圣上跟前，我也是不怕的。如今你当了官儿了，拿国事来压我呀！我从今天开始，我就不吃不喝了。你说，老夫人果真一心求死吗？我与你打赌如何？十天半月，死不成。热闹看够了没？这哪看得够？如今不过是第一回合吧。尿尿见过阿母。女公子是不是受风了呀？哎呀，许是刚才出来透气，被风给吹着了。阿母不必担心。既然身子不适，为何不在床上躺着呀？外面风大，还是回屋躺着吧，不要再出来了。知道了，阿母。以为父母归来，世子能过得痛快些。如今看来，倒不如从前潇洒自在。可这母亲在焉，总比叔母强的呀。女君也是心疼你，一切都为了女公子好。我被骗了，反正也骗不着我。你这要带我去哪儿啊？这个人好不识趣，少主公问他话，非要在少主公面前撒谎。我们少主公是一等一的聪明人，怎看不出他的花样？这不，赏了他变形。这什么人？就是拿把刀啊，从你的膝盖骨里捅进去，然后挖呀挖呀。这算好的了。上次有个人嘴硬，你听说过灌铅没有？
就是在你的眼睛上凿个洞，然后把铅给灌进去。开门。饶命啊！程将军已经恳请在下秉公执法，现如今无论你在打什么算盘都已经落空了。我此生最痛恨人撒谎，但凡遇到撒谎者必验之杀之。如今葛氏不装账本已在我手，你竟敢还说谎话！那个小姐，我真是冤枉啊！来人，大人，带他去吧。走！梁小姐，我找，我找，我什么都找啊！饶命啊！饶命啊！好妹妹，让我瞧瞧，让我瞧瞧，你怎么瘦成这样啊？老夫人，我也没想不着你了。晚些啊，我就去找那林不疑，问清舅父的情况，也好让阿母消停些。毕竟舅父因袅袅举报入狱，只怕还会被阿母为难。夫君，也不是没有两全的法子，你可记得胡敖？谁？啊，阿母当年那个手帕胶？外面兵荒马乱的，若不是你家大郎救了我们，老夫可没命再见到你了。哎呀，当日我被贼人围住，刀啊朝着我身上就劈了过来，幸而程小尉带兵冲过来，直接用长矛拦住了并废的刀，真是险呐！程小尉的兵器不如悍匪的精贵，长矛被砍断了，程小尉没了趁手的兵器，他拼着一身伤抢过对方的那柄长刀，这才护了我们一家老小的命啊！医生，医生大少。啊，儿啊，上哪儿了？把衣服脱了让阿母看看。胡婶子还在啊？没事儿，胡婶子什么都见过，快脱了衣服让阿母。大郎啊，哎呦大郎啊，阿母让你去打仗是想让你立战功正绩也，可没想让你去拿命换呢。美好的刀剑孩儿只得拿命搏了呗。我已经告知他了，想必可以令军姑看清事实，分清是非。战场上刀剑就是将士的命啊，竟还有一些黑心肝的东西拿着一碰就散的假的兵器偷换成好的兵器拿出去卖，呸，真是丧良心。他来得真好，请他进来吧。是。妹妹，你先下去歇息吧。谢老夫人。舅母定是为舅父的事情来为难阿母，都怪孩儿无能，管制卑微，即便去求林不疑，他也未必肯放过舅父。不如我今日就顶了罪名，只说是董舅父监守自盗，都是奉了孩儿的命，而后孩儿被杀头换回了董舅父，咱们程家被抄家换回了董家。太好了，哎呦，这个主意可太好了，这个主意可真好啊。外甥是大官，
便是犯过罪，皇上也会多加宽宥的，顶多呀，不就是罚钱了事？阿紫，我看不如就让外甥去顶了此罪。啊！你个毒妇，竟敢想害我的孩儿！昨日家中烟囱不出烟，我觉得不对劲儿，我就请示了老神仙，竟说我程家必受亲眷牵连而致家宅不宁。老神仙的指示果然没错，我程家真的要亡在你手里呀！现在连二房的布庄都被查抄了，全是因为你们。你们家一个个的都不是好东西。来人，把这毒妇给我推出去，谁敢把她放进来，我就砸断谁的腿。阿紫，是她自己说的。闭嘴，是她自己说的好吗？哎，这话是她自己讲的。这便是阿母日日偏听偏信的结果。阿母被舅母这些人挑唆，认为他们才是好的亲的，而自家人呢，反倒被骗着欺着的。我与远一这些年学里活里拼着命的讨功劳，才有了我们程氏这样安稳的日子。难道这一切都要被董舅父的罪过给丢弃掉吗？我不要。老夫人在屋中坐了整整一日，说是不怪了永山。阿母吃饭向来最为积极，不肯吃饭，怕是真的想通了。总算是消停了，多亏阿父将话说到大母心坎里去了。大母再偏心，也不能拿陈氏全族前程换舅爷性命。食不言，寝不语，父母意事，与你何干？这不是还没吃吗？你大母不来吃饭，也有你的功劳。好，好，好，吃饭，吃饭。阿父，我突然好生不舒服，怕是脾胃还未养好。袅袅像我，吃饭的时候听训啊，胃脏痛。圣人都说，饮食不训子。哪位圣人说的？袅袅啊，多吃些肉。前几日在庄子上饿坏了吧？多谢阿父。嘿嘿，脾胃不好就要少吃肉，空空正好将养。阿母，饿了吧？来，吃点心。来，十几年没见儿了，看看儿可否变了模样？啊？我知阿母是担心儿。你是阿母生的头一个孩儿，
阿母怎么会不担心你呢？十几年，你通过寄回来几片竹简，阿母以为你杀敌立功有威风，哪知道过的这般苦。我倒是想给阿母写信，可是阿母又不认字。我倒是不乐意让葛氏拆读我给你写的信。葛氏再不济，你不是也把人家的陪嫁都拿去补贴了萧家吗？她的嫁妆去哪儿了我不知晓，但我诚实顶天立地，我再不济也不会把地夫的嫁妆养心腹娘家呀。萧元一是个二嫁妇，家败人亡，财产都抵卖光了。哎，你还这么稀罕他？我就是稀罕，除了他我谁都不想娶。儿啊儿啊，阿母最疼你和三郎了，可是你们俩自从成了亲都只顾念着心腹，有话都跟心腹说，再也不理我这个阿母了。这男儿成家立室不就该如此吗？便是百年以后阿母与阿父同葬，儿子们也得跟心腹同时而葬吧。哎，总不能咱们娘仨埋一块儿吧。切。哦，我明白了，阿母是羡慕我们俩成双成对。我羡慕你们。阿父过世的早啊，阿母甚是寂寞，儿也知道。哎，阿母有没有看顺眼的人啊？若是有，改嫁何妨啊？你，我们做晚辈的绝不阻拦。你这闹什么呀？我何时说想嫁人了？啊，你这孩子！阿母不必害羞。阿母为成家操劳，孩儿们都看在眼里。阿母若是要改嫁，儿子和弟弟们绝无二话。阿母若是生出新弟弟妹妹，儿子必视他如同父手足。我好好啊，若是你先走了，我一定给你的心腹找一好人家嫁出去，到时候再生一群新孩儿。那不怕，我们元一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的人。你给我滚！你个不孝子，我今天非得打死你！滚！你个臭小子！乔阿父给大母气，到底还是阿母棋高一筹啊！让夫君为自己而战，何必自己在大母面前张牙舞爪的？你的意思是说，这些都是我的算计？身为女娘，背后偷听闲话不说，还恶意揣度长辈，实在不像话。把手伸出来。从明日起，袅袅留在屋里抄读《礼记》，抄不完不许出门。可阿父说了，上元节有热闹的灯会，我十几年从未去过。万事皆有长辈做主，你就好好在家中习书即可。是带着尺子上门来找我做主的。女公子误会女君了，女君带尺子来并非为了打你，女君是心疼你的，只不过是在气头上，青松再去劝劝吧。啊，女公子别难过了。
有何好难过的？我又不在乎阿母如何看我，母慈子孝这种花本子本就不属于我，一切不曾拥有，自不会因为失去而感到难过。你这是怎么了？哎呀，莫非让军姑给打了？阿母啊，眼红你我恩爱，我好心劝她改嫁，她还冲我发火。你说什么？你劝军姑再嫁？啊，有错吗？我看她近日火气太大，怕是阴阳失调。军姑打得对，我就应该再给你砸个对称的。当初我觉得二郎能入仕，教养不好，小则败家，大则牵连全族，你娘哪怕刁蛮些，我们总能护得住他。况且战场刀剑无眼，也不想他随着我们受罪。可我没想到袅袅这惹事的本领半点都不输二郎，我真后悔将孩子留给了葛氏，尽学了他一身的毛病，听墙角使把戏，看长辈的笑话，这哪一点是有教养女娘的习性？夫人稍安勿躁，消消火。既然葛氏没教好，咱们慢慢教便是了嘛。慢，这可慢不来。我若不教好，难道等他夫家去教？你再看看这个，这是何物啊？昨日家中烟囱不出烟，我觉得不对劲儿，我就请示了老神仙。这是你家袅袅啊，偷偷的将烟囱改了道，装神弄鬼的吓唬军姑。他就是瞧准了军姑迷信，故意使坏。哦，我说呢，最近烟囱怎么坏了？咱家袅袅还真是聪明，这些都懂。你还护着他？若他是我手下的兵士啊，我直接给他拖出去打一顿军棍了。我瞧着袅袅的几身衣裳都不合身，你去我屋里把尺子拿来，然后再给她订几套更合体的。我知道夫人你是想弥补，想赶紧把她教好，但养兵还去千日啊，咱们才回来几天呢。当年我已经做错了一次选择，才使得袅袅变成了今日这般。我不能一错再错，放纵他会误了他终身的。这孩子我得管。